为有营养丰富、热量低、口感爽脆的特点，非常适合夏天的。在周末呢，就有一场以菇类为主题的厨神争霸赛，选手们以红喜菇、雪白菇跟五菇为主，分别设计创业料理跟家庭料理，还请来知名主厨张华九、柯俊年来担任评审。可见参赛选手绞尽了脑汁，用川烫、拌炒等不同的方式煮出菇类的鲜甜，做出一道道营养又美味的料理。再看到露营想要煮咖啡或烤东西，突然发现